旋风少女剧组强势来袭，啊，旋风少年陈翔头披木板，吴磊大展臂力拍掌俯卧撑，太简单了，新秀老仙法力无边，陈翔师从新秀老爹，规矩多，哄师妹开心竟闹出笑话，冰冰冰冰喜欢你，啤酒烧烤大排档，随消暑，但勿扰民，还我们一个美容觉，我们想美美的。吴磊变身跆拳道冠军，瘦弱身躯能否战胜拳王肥龙？精彩不断，爆笑不停，就在每周四晚，我们都爱笑。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旋风少女剧中演员陈翔。大家好，我是陈翔，好久不见。上次来的时候啊，又是爬墙。被人咬，就是放鞭炮，又是 rap。你别看我穿的帅，我不是富二代，卖菜不是你想卖想卖就能卖。我觉得回去之后有好几天都没睡着觉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我带来了我的小伙伴们，旋风少女团队，掌声鼓励。我请的旋风少女团队，你上来干嘛？我就是少女啊。好，大家好，我叫吴磊，然后在《旋风少女》中呢饰演胡一峰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胡冰清，在《旋风少女》里饰演七百草。大家好，我是谭松韵，在《旋风少女》里边饰演范小莹。好，我听到吴磊的年纪啊，你们知道我比他大多少岁吗？40。我比他大整整10岁，但是啊，我小的时候就看吴磊的戏长大的。你不要血口喷人，你姐姐是谁？我怎么不知道？耍白痴，你谈不到女朋友的啦。是不是觉得小孩子很烦人呢？都挺烦人的。那个陈翔，哎，我有个问题要问呐。好。上次已经来过一次了，对，来镜子屋被消息整得很惨呐，是的，而且还用炮炸了，对。这次呢，听说你又来，然后整个镜子屋的剧组呢准备了更危险的东西，当然不是很危险，也不会危及到你的生命安全啊。啊，那就是有一些什么地雷呀、啊。海鸡炮了，嗯，非常危险的都准备好了，你怎么想的又来了？我既然啊能来到这个节目组，我就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，而且这一次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我有旋风少女吴磊，旋风少女陈翔，旋风少女冰清，旋风少女松韵，所以我们呢这一次集体的，还有你们所有的旋风少女。当然你还有旋风少男。这次我们做好所有的准备来迎接最新的挑战，那在湖南卫视晚上10点会跟大家见面，希望大家多多关注，这次我们来挑战我们都爱笑、yeah。
强哥，哎，刚才这帮派，我老紧张了。别紧张，别紧张，特别紧张。嗯，你说这帮派有什么特别重要的规矩啊？你就听我一句话啊，嗯，无论大小任何事情，你都要向他汇报，但是汇报之前你一定要说“新秀老仙，法力无边”，懂了？我了。啊啊，还有，一会儿呢，那个我三年没见的师妹要来找我啊，你懂的了。哎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包在我身上。好。哟，新秀老仙法力无边。他是啊，我是新来的。对对，他是我那个师弟。为什么不打招呼啊？啊，新秀老怪法力无边。什么？啊，惨了！新秀老仙法力无边。哎，对了，哦，你的气场太强大了。那何止气场，受不了，哪都大。我想上茅房。啊？去，快！哎，等一下。我说过什么事情都要汇报一下，快啊，汇报。新秀老仙法力无边。我想上洗手间啊，我想上茅房。这可不行啊，这可不行啊。一个男人如果想方便，必须要学会憋憋。想当年我想方便的时候，一直憋到今天。哎，我肚子里都是什么？什么呀？什么？什么？学会憋吧。哎呀，这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啊！哎呀，赶紧去！走！哎呀，真的是讨厌了。哎，我这师妹怎么还不来呀、啊？师妹呢？师妹，冰冰，终于见到你了，快坐。我好想你啊，你想我吗？我也想你了。是吗？是啊。我怎么不信呢？以前你每次看到我，都会对我卖萌，哄我开心的。哎，这不是这么多人吗？那好吧，卖给你。新秀老仙法力无边。嗯，那个我的师妹想让我这样，冰冰冰冰喜欢你，可以吗？这可不行啊，这可不行啊！一个男人要传达爱意，怎么能这么简单呢？这么卖萌是不行的，应该是这样。哎呀，小冰冰，我爱你，嘟嘟嘴，懂了吗？懂了，是帮主，去吧。师妹，是这样的。哎呀，小冰冰，哎呀，嘟嘟嘴，你开心了吗？这样当着你们帮主的面儿。你不嫌丢人呢？没事，他比我还丢人。来，说。行什么你？以前我哥哥和姐姐见面的时候，他们都会互相亲吻的。可是你这次见到我，你都没有亲我。等一下，新秀老仙，法力无边。嗯，那个我想跟我师妹这样。
可以吗？这可不行啊，这可不行啊，要亲吻自己爱的人怎么能这么简单呢？怎么能呢？应该这样。哎，是帮主，去吧。师妹，师妹。哦，走，回来。你就敷衍我吧。我，啊，这样吧，我给你跳个舞吧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新秀老仙，法力无边。我呢，想对我师妹呢这样。这样可以吗？这可不行啊！不行啊！那怎么办呀？想给自己爱的人跳一支舞，怎能这么简单呢？怎么能呢？应该这样。去吧，帮主。哎呀，怎么跳来着？这个师妹，来。师妹开心吗？你就敷衍我吧，我要走了。哎，等，我没有敷衍你。这样，我给你送一个惊喜，来。这个，等一下，星宿老仙，法力无边。我呢想对我师妹这样。师妹，从一开始见到你，我就深深的喜欢上了你。希望这束玫瑰花能像我的心一样给你送去温暖。小的时候，你还是短发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了你，一直深深的喜欢到了现在。如今你都变成了长发，希望你可以接受我这一份真心，希望我们以后可以生很多宝宝，希望你可以接受我。啊，还有，师妹，这个是我们家的祖传宝贝。妈妈说，喂，你要是不喜欢我，也不需要用这种方法吧。不是，师妹，哎，师妹，哎，没事，我刚才看明白了啊，这个星宿老仙呐，现在有点，规矩是多余的吧？去寻找你的真爱吧。对，去吧。对，哎，我来处理。耶，怎么回事你啊？哎，慢点。哎呦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刚才是谁不让我上厕所了？老仙，告诉你们啊，现在我已经加入了新的帮派——旋风帮。啊？这是我大哥。小胖子就是你是吧？别，你挡我镜头了，哥。你不让我弟弟上厕所，那你过来。哎，慢，等，你加入新的帮派了是吧？是。来收拾我是吧？是。这可不行，没那个。你要收拾我是吧？对。娘去！你给我弄他！打！
这把剑为何如此的冰凉？心术不正的话，就会被他的寒气所伤。既然是我心术不正。我们爱笑，倒掉烦恼，大声尖叫，快要疯掉。我们都爱笑。徒儿，哎，师傅，各大派的掌门都到了没有？掌门都到了。好，有请。请各大派掌门。喵。吴掌门。肖掌门，请坐。曹掌门，请坐。萧庄主。哎，好哎，好好好。张掌门，请坐。你是？啊，不重要。今天我请各大派掌门到此是有一事告知。我用了80多年的心血打造了这柄剑，今天想要给他寻找一位主人。那么这个主人呢，必须要武功高强。啊，那么我们就是这个八块八块三块是最高强的啊！再往下，好好好，好好好，请坐。他不仅要武功高强，而且要德高望重。哎呀，我天天就服老太太，每天没事儿就花钱，行，怎么就这么没有素质吗？啊？一个一个说，我来先来，来。哎妈，这把剑怎么这么冰凉呢？哦，对不起，我忘了向大家介绍，这柄剑呢非常的诡异，如果你心术不正的话，就会被它的寒气所伤。庄主，你的意思是说我心术不正，偷鸡摸狗，掩耳盗铃吗？哼，那就问你自己吧。想当年那个老太太，哎，师傅，好，哎，回去吧。哼，还是让我来试试吧。曹掌门，你在武林中可是口碑不怎么佳呀，要不你就算了。别血口喷人。你回去吧。我行。没给你冻死就算不错了。哎，以群乌合之众，看来此剑还是非我莫属啊。张掌门，我看你就是个正经之人。哥哥。妹妹。哎呀，我没想到你们在忙，那我先下去做饭了。好。上哪儿做饭去啊？好样的，妹妹，去吧。你个人渣，你个败类。张掌门，有请。冻住了已经。为什么会这样？硕大的武林怎么就没有一个德高望重之人呢？啊？有。马掌门，我等的就是你，我就知道你绝对是个德高望重之人。嗯，剑是好剑，嗯，就是有点把手。滚下去！滚！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们的武林怎么了？你们都怎么了？你们还配在武林待着吗？
肖庄主，看来还是我的功夫不到家，我还是回武林多服几年老太太再说吧。再见。希望你们以后多扶老太太。两个武林败类，你们到底是怎么了？师父，那到底是何人可以拔起这个剑啊？怎么给他拔出来呢？此剑不但要武功高强，而且要德高望重，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有爱。哦，你要关怀他，关心他，照顾他，多给一点爱。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快找二龙！我也站住了，师父，这找龙宗，找龙宗，找龙宗。我们爱笑，跑掉烦恼，大声尖叫，快要疯掉！我们都爱笑。知道这个是吧？你玩啥呢？我在玩我们都爱笑，哎呦，然后直播互动小游戏，真不错。哎呀你你说你们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个地方玩游戏？赶紧准备一下，待会儿活动啊，是不是？对呀，还玩什么玩，快进去。那你玩。哎，你知道镜子屋吗？我看过那个节目，好恐怖，那个吃西瓜咔咔咔，然后你们都得跟着这样吃。怕啥呀？是熊猫少爷。对，他是熊猫少爷，而且怕什么？我们现在都已经学会了旋风连环踢，旋风连环踢。表演一个。Why me？ 必须是你，快！不，为什么是我？因为你是师兄，师兄你怎么踢啊？因为你年纪最大，因为你年纪最大，快！就能踢啊！表演一下！踢啊！鼓掌！来吧！一二三！嘿！哎，来个专业点，白嫂来个专业的，白嫂来个专业的。哈，嗯，跟我的也差不多嘛。人家定住了，你能定住吗？我能啊。你，哎，哎，你们一会儿会保护冰清的，对不对？我需要保护他吗？他现在都这么厉害了，旋风三连踢，呱呱呱就上，呱呱呱就上，我能保护他吗？对吧，吴磊，你也保护吧。哎，我这保护你还来不及，保护冰清。那就自保吧。就知道你们俩不靠谱，所以还是我来保护你们吧。哎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赞了，一下就安心多了。加油，我的旋风少女！加油，我们两个旋风少男！耶！时辰差不多了，师弟，把木桶拿开吧。丁浩，腿上的功夫练得怎么样了？师父，我觉得我练得很好。师父，我觉得我练得挺好。我还能树杈。我还能树杈。还能横杈。我还能横杈。还能这样。
我还在这样。怎么样，师傅？怎么样，师傅？是不是好棒？是不是好棒？行了，出来吧，出来吧。嗯。哎。哎。我有四条腿儿，我有四条腿儿。我有四条腿，我有四条腿。好了，秦昊，练习了你半天的腿功啊，看到了吗？墙上挂着一个沙袋，来踢一下沙袋，让我看看你的腿。好，好。先给师傅来一个正踢，破，破，哎，来，来，好，再给师傅来一个侧踢，破。侧踢是吗？给师傅来一个下劈，破，再给师傅来一个下劈，哈哈哈行吧，记住我们这一派功夫讲究的是把身体练得像钢铁一样，手要练到指如尖锥，来用手把它戳破。好，撕破一张纸而已，你们哇什么？来，让他们哇一下。哦。哇哇。哎，使点劲啊！哇，使点劲啊！戳不破丢人啊！赶紧的！哇，苍蝇！哇哇哇哇哇！哎呀，行行行行。挖不破。破一张纸而已，你们哇什么？来，让他们哇一下。哇哇！这样，练练你的头部吧，头也要刚硬如铁。正好你的旁边有个木板。用头把它击碎，用头把它击碎，把它击碎。呀！等一下，敲之前师傅要送你一样东西。
来，带上它。师傅，我们是一样的吗？一样的。哦，原来是头带。原来真的不一样。师傅，师傅太简单。师傅，太简单，太简单了。好吧，那师傅让你练练厉害的，先把头盔收起来。我们这派武功讲究的手如快刀，来练习一下你的手，用你的单手把萝卜给我切成块，切成块。等等，师傅，我要求互换一下萝卜。你有特权卡吗？没有。走，走。师傅，我只有一个问题，这萝卜洗过没？洗过。我练就了一个比师兄更有绝学的活，绝活的学，绝活。散弹出击，哈！散弹出击，哈！哈！师傅，吃一口吧，师傅，吃一口吧，吃啊，吃，吃，吃啊，吃，干嘛？干嘛？往下进行了，吃，我不吃，吃，不吃，吃，吃。吃一口吧。等一下，我好像听见有人上来了。是吗？是吗？师兄，师傅，师兄，师傅。肖旭跟陈翔就分别会展示手刀，曹印的衣服是经过处理的，然后他的衣服后边绑满了鱼线，当肖旭使用手刀的时候，鱼线一扯，他的衣服就会撕破掉。猛烈一点，猛烈一点！你那撕的都不够，我来！你那撕的都不够，我来！大勇哪儿？那就来呗，这就。太过瘾了，太过瘾了！师兄，果然厉害呀！师兄，果然够狠啊！等我换身衣服回来和你练舞。等我换身衣服回来，跟你练舞。行，行。
这样吧，师傅刚给你准备了一个练功辅助器，就在那儿，来，自己穿上。是，师傅。让我先试一试。呵呵，让我先试一试。呵呵，好了，我们可以正式开始了。好，我们可以正式开始了。好，辅助器准备一下吧。哎，师兄，准备好了吗？师兄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。嗨。嘿，都咔咔咔咔。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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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。这个铁板子呢，声音很大，但是其实一点都不疼。师弟。帮我把这个解开吧。好，师弟，帮我把那个解开吧。啊，你这动作太慢了。是，对面的师弟都已经解开半天了。我想多和你待师弟，能跟你多待一会儿。对呀、啊。好，再见，师兄。怎么样，师傅？怎么样，师傅？练得不错呀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兄，师兄。我觉得我的功夫已经练成了，我觉得我的功夫已经练成了，我现在就要下山告辞，我现在就要下山告辞。师妹，师妹，你不要走。我还要走。肯定要走，肯定要走。让不让我走？让不让我走？上，上。上，忙忙踩踩好了，你踩两条腿，踩两条，好，让不让我走？没事了，没事了。让不让我走？等一下，我就不信了，我。哎，春春啊，等一下我们去啊，啊，我们还没好。对，我来指导你们。不，我指导你们。来，我们继续。来，我指导来。不，你们我帮你们，我帮你们。不，师兄，你们要撑好，看一下。好，撑好来。来，一二三，起，踩着。好，明白了，来。好的，一二三，踩。让不让我走？让不让我走？走吧，走吧，告辞，告辞。哎，哼，廷浩啊，你师妹想下山，看来是拦不住了。是啊，是啊。怎么能拦住他呢？师兄，师傅，师兄，师傅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师兄，我也有一招。师兄，我有一招，叫做起势猜招。叫做起势猜招。等一下，什么叫做起势猜招？师傅，您看一看就明白了。好，好。我等着你，我等着你，师弟，师弟。
师兄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师兄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。来，耶！这次他打的是我右边儿。嘿，这次他打的是我右边儿。这次他打的是我下边儿。这一次他打的是我下边儿。这次是我攻击他防守，这次是我攻击他防守。差不哎，师傅，这就是起势猜招。师傅，这就是起势猜招。嗯，不错呀。这样，给师傅展示一下腿脚功夫吧。怎么样？用跳绳来看看你们的脚力。来人，没问题。来人，没问题。好得很。你刚说是对吗？来人，好，我先来吧。师弟，跟我来。这是什么鬼？这怎么跳啊？找到规律了吗？没有。要不就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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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快点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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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，这边的师兄和师弟，实在是让师傅有点失望。有没有我找个观众过来跟你们比试一下？好，好，啊，那边那位，来来来来来，过来。这观众是托吧？托的表情都不一样。显得很壮。我觉得在跳绳界也就仅次于我们了，对不对？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来，他是在那边进的。一个，意思对了，不错啊。哎，师弟，我记得你前两天不是练就了一个旋风腿吗？给师傅看看。
啊，对了，师弟，练练你的臂力吧。嗯，师傅忘词了。嗯，师傅没忘词，师傅是忘点了。练习一下你的臂力，做一个俯卧撑，拍手俯卧撑。行，行。没问题，师傅。没问题，师傅。太好了。师傅太简单了，师傅太简单了。好，那就给师傅来一个一次拍十次手的俯卧撑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等等，等等，等等等，我来帮你，我来帮你。来，夹住，夹住后面腿，夹住，好，好，好啊，非常好，师弟，你非常棒，兄弟，咱俩都很棒。师弟，师傅想起来了，这回你该给师傅看看旋风腿了吧？好，请，请，请，先让他们请，我们看着。真的假的？没看见，你翻，把袍子先弄起来。对，一二三，进！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一二三，走！三走！啊！加油！加油！啊！我们爱笑，太棒了！让烦恼大声尖叫，快要疯掉！我们都爱
小雪，你越来越会整人了啊！你越来越会整人了，是不是？很长时间不见，我都很想我。对，自从你不吃西瓜了之后，这段子越来越多了。三位觉得哪块儿最让三位想不到的呢？我最想不到是把我的那个手给绑起来。其实我绑了，你知道吗？是你拽的我。没没没错。那边队长就想讲说，快把陈翔脚绑起来，完了那个一个人忙不过来了，我来。你知道吗？真的是我在后面给拉的。老师，对你们的友谊真是我们特别羡慕，对对对，特别羡慕。我们都没有这样，只有这样的友谊才是最长久的。对对对，太令人羡慕。然后还有呢？那个跳绳吧，跳绳，我想着应该是没有人能跳的，结果还有人出来了，惊讶了是吗？惊讶了，那个真的是观众，我觉得那个最后那个最后那个转来转去的实在是旋风腿那个。我们俩那个也没想到你们能那么撑住，但是你们也很不错了，你们太坏了，真的挺想。那我没办法，你是那块故意拖那么长时间的？我是真的没举起来。他才是坏人，我让我们看一看。对，我一直拖着他们的时间，那么一直我在那边，我腿都这样了，丢了他。这看着挺严重的呀，怎么办？徐胜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个，那个还有希望。这个，那一样，还是他还是。拉到这样吧，不行，怎么样？咱拿那个刺激的。不行，您现在，你这回敢来？怎么办呀？你说啊，咱们没有水了，没有食物了，通讯也中断了，本来就是出来旅个游，居然还能遇上风暴，你说是雪崩啊，陶爷？这不都一样啊？怎么办？哎，陶爷，没事儿，听我说，我在这儿呢，啊，好吗？想想你的梦想，想想你的愿望，啊，会好一点的。想想，你有什么愿望？想想，我还有梦想，我想带着我的妻子，带着我的孩子。一块儿去夏威夷游泳，对呀，多美！我也想。不行了，程总，让我休息一会儿，我休息一会儿。曹爷，怎么回事？你睡着了，曹爷啊？大雪地，你睡着了，你很容易被冻死的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睡着了吗？对，我给你救醒了，啊！谢谢你，没事，谢谢你，没事。哎，这样，这样咱俩不说话太容易睡着，咱俩聊聊天，我给你讲个故事，啊，分散一下注意力，就没那么困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啊，我讲个什么故事呢？从前，在一座深山里，有一个白胡子的老爷爷。他拄着一个白拐杖棍儿，走着，他发现了一件很神秘的事情。曹爷，曹爷，什么情况？我给你救醒了，你又睡着了。我没睡着。你刚才睡着了，你知道有多危险啊？啊？程总啊，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，我真是，我明白了，你给我讲故事，我容易犯困，啊、太无聊了，啊，要不这样，我给你讲故事行不行？行，我给你讲故事，行啊，这样我也不容易犯困，你也可以集中精神，好，这样啊，从前啊，有个老太太，她经常讲一个故事。故事是这样的，天空，地空空，
成桌，成桌。吓死我！差点睡着了！哎呀！成祖，恭喜你啊！好了，恭喜你战胜了困魔。哎呀，曹燕，我发现这样咱俩都容易睡着。这样吧，咱俩玩游戏吧，咱俩剪刀石头布，然后有惩罚的好不好？啊？怎么惩罚呀？就是，哎，我看看啊。哎，这个，来，回来，精神点啊！来。老规矩，来，剪刀石头布，陈卓，精神点儿，好点没？继续，精神了，精神，这样睡不着了。哎，继续，我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来，陈卓，一定不能睡着了。来，不，陈祖，别打了啊！我说不能这么玩啊！怎么了？你这么继续玩下去了，我还没等睡着，被你打死了都。行了，咱们还是等救援队吧。不行这，不行。来，过来看看，这边还没有人了，就是这边吧，快点动！哎呀，这俩人怎么睡着了？嘿，完了，这不会！哎，这怎么？快，先放下来，来。那咱俩也不懂啊，只有你最懂，这得人工呼吸啊。陈东，我不行，那我也不会啊。我来。哎呀，先别管那个了，这个没救了。哎呀，这不行，这个也得人工呼吸啊。不用，这个也没救了。要不这样，换个方式吧，来个刺激点的。来，我感觉他俩好像是装的。那刚刚笑了，你看那，拿个可以。那怎么办？你看这还动呢，刺激他们的。来点刺激的，快！来点刺激的，捅！来这个，走，使劲！使劲！不行啊！你干嘛打我？来这个！干什么？说实话！干什么？说！打我！唐公公，哎呀，外面人真吵啊！你去告诉他们小点声。好嘞，去吧。天天吵得我们睡不着觉，看我好好教训教训他们。
严重谴责你们啊，要取缔大排档，还我们一个美容觉，我们想美美的。王伯伯，麻了，喝了酒喝了不尽兴啊。抱歉，我来解决这个事儿。老人居心叵测，影响我们商户正常经营，我们要赚钱，我们要养家。你们大排档已经严重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了，我现在已经内分泌失调，每天脸上都要长满了痘痘。你个假男人哪来内分泌啊？我还帮你降低荷尔蒙分泌呢，你该感谢我知道吗？你说谁是假男人？你，你说谁的？你杀了你！就说你，杀了你！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别吵了别吵了，那个其他人都退下吧，容嬷嬷、恒公公你俩过来。恒公公，我先说你啊，我让你出去跟他们说一说，你说你跟人吵什么呀？一个大男人跟一个女人在外面吵架，你不丢人吗？大男人，哎呦天哪！行了，记住，别人制造了噪音，你就不要再制造噪音去影响别人啊！下回别这么干了，下去吧。这，活该。你以为我没说你吗，容嬷嬷？你在坤宁宫门口摆摊，影响别人睡觉了，知道吗？我正常营业，我影响谁了？你正常营业了吗？你没影响别人吗？没有啊。你自己看看吧。哼，你自己看吧。哎，羊肉串，谢谢谢羊肉串了。咋了，主子？我听不见了啊！什么？现在羊肉串太吵了，吵得我给我头都大了，越吵越大。马人，马人，马人，不开心了是不是？好，这么的啊，主子，这么的，我找啊四大吵，那个两元店的收拾他们，好不好？收拾收拾吧。你报是报，这交给你了。放心，我的天，放心，真是好心啊，摆平了吧。什么也不是，滚，滚蛋！新鲜的羊肉，我这么着，我整不了你们了。羊肉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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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得比我放大招是不是？新鲜的羊肉串。小苹果，哥俩好啊，五回头，六六六六，像个小苹果呀，哥俩好啊，五回头啊，六六六啊，哥俩好啊，五回头啊，六六六啊，哥俩好。你看看。雄霸一方的广场舞都让你们大排档给打败了，容嬷嬷，知不知道？噪音呢是四大公害之首，知道吗？长期受噪音影响啊，会对健康产生特别重的影响。那至于吗？天哪！我的妈呀，你知道吗？噪音容易引起耳鸣、耳聋、食欲不振，哎呦，还会诱发心脏病、胃溃疡。哎呦我的妈呀，长期受噪音影响，还容易引发抑郁症和狂躁症。我的妈呀！天哪，那抑郁症、狂躁症跟噪音没关系，你知道跟什么有关系吗？什么呀？抑郁症、狂躁症那是独守空房，没人疼。就抑郁了，狂躁。你信不信我吃了你？狂躁啊！你狂躁啊！你看见没？哎，这得了得了，行了，跟独守空房没关系，跟噪音有关系，行了吧？你们这帮人呢，真的是，人家明天还要上班上学呢，你们的噪音影响人家没有情绪，人家明天怎么上班怎么上学呀？啊，你看我这脸现在，我你看我胡子都出来了，愁的你们真的是太愁人了。你脸黄啊，跟胡子长了，这跟噪音没关系，这跟什么有关系吗？就是空虚、寂寞、冷。我必须吃。哎呦，干嘛呀？那行，哎呦，这我给你上面膜，面膜，面膜敷脸，敷脸，敷脸就好了。面膜最。你给我面膜怎么了？我就不跟你计较大排档的事了吗？得了吧，皇后娘娘，为了您就不这样吧，我再妥协一步行不行？我不卖烧烤了，好不好？我只卖虾跟啤酒，最赚钱的烧烤我不卖了，可以了吧？烧烤怎么了？皇后娘娘，我要是卖了烧烤以后，你这脸就不光是黄了。那怎么了？哼，我看看。哎，来。
吃串儿，吃串儿，哎呦，人家串儿好着呢。玩玩小王子，嗯，有什么事你就跟我说啊。主子，哎，是这么回事啊？啊，我觉得我现在越来越没有威严了。怎么说？作为一个男人，我很受伤，就是宫女啊、小太监什么的都不听我的。我有一个办法，绝对让你有威严啊！真的吗？跟我走就行啊，跟你走。哎，哎，这是什么？别管了，跟我走啊！啊，哎，吃串吃串，快吃！哎，让一让。闪开，闪开！小王子，啊，怎么样？怎么怎么样？现在你就有威严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我这么黑啊？是啊。那你这个这么酷的月亮是怎么回事啊？把这儿掏一个洞，然后熏一个月亮就行了。那我真的有威严了吗？我读的书找你，可别骗我。啊，主子。王公公，舒服不舒服呀？嗯，舒服死了。哎呀。哟，这什么味儿啊？这什么呀？这是啊，这是楼下的大排档，成年都飘这个味儿。好，哎呀，哎，还挺香的啊。哎，睡一会儿。嗯。看看这哪是吃大排档啊，必须取缔。哎，别呀，皇后娘娘，这绝对不行。你看我跟你讲这个事儿啊，你看你工作一天了吧，压力特别大，特别难受，找好多好朋友好同事哥几个坐在一起围一圈，大串大啤酒，天通苑的猪小排鸡心往上一上一吃，哎呦，我跟朋友 一起聊聊天，一瓶啤酒不够，两瓶，两瓶不够喝三瓶，三瓶不够喝蒙圈，反正你喝多了朋友在呢，给你送回去多好啊。嗯，要你这么一说，那还那大排档还离不开了呢还。哎呀，倒也不是离不开，但是你夏天天这么热，有点那东西还是很有气氛的。也有道理啊，对吧？大排档确实挺好的，嗯，但是它扰民也是客观的事实，对吧？那皇后娘娘，您又不想扰民，还想大夏天在室外，还想痛快，那哪有这好事啊？这样吧，以后啊，大排档咱得严加管理，嗯，要烧烤就用无烟的烧烤炉，到11点之后必须进屋里面营业，不许在露天营业，嗯，这样又吵不着别人，老板还能赚着钱，我觉得挺好的，嗯，就这样吧，嗯。哎呀，过两天我跟皇上也去喝一瓶吧。过两天皇上有约了，跟谁呀？不知道。你笑什么？我不知道跟谁。你笑什么呀，容嬷嬷？没有啊。你怎么了？来人呐，御医。哎呀，他跟谁呢？你说。你疯了，容嬷嬷。知道跟谁了？你觉得今天你会摔几跤？20跤。20跤是吧？就陈小芳在。跆拳道的馆长，今天有很重要的训练，但是学员们却迟到了。哎呀，怎么还没来呢？真是。啊，馆长，我们来了。对不起。不好意思。对不起。迟到了。来，都过去站好。馆长，我们错了。
我跟你们说几点过来。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们迟到了。现在是几点了？现在已经五点了呢。吴磊，你要干什么？上去站好。学习跆拳道就得有个跆拳道的样啊，让几点来就几点来。这都几点了啊？吴磊，不要因为你得了世界冠军就可以放纵自己，是不是？你太放纵了，我错了。记住，一定要严肃，不要因为这一点小事错失了获得更大成功的机会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嗯，行了，站好了，一会儿做一个简单的练习吧。师傅让吴磊把奖杯放到架子上，走稳当点啊。去啊。师傅给你个拥抱。师傅给你个拥抱。好好好。师傅很开心，谢谢你多年对我的教育。啊，不客气不客气。快放到光荣榜上。这有何难？好了，这样啊，今天会儿我们就要进行练习了。来，在那个第一个格子里面，把自己的衣服都换上吧。好，学生首先要面向老师。行90度的礼，按照规矩要向师父敬礼，鞠躬90度。师父好。师父好。师父好。你们心里根本没有我呀，上去，再来。师父我可以的。鞠躬90度，把手都放下，不要扶着干嘛呢？鞠躬90度。师父好。师父好。对。好好好好好，非常好。首先德柏让学员们做热身的拉伸运动。拉伸运动是吧？压腿、来，先把你们腿都放到把杆上啊，做一下热身运动，压压腿拉伸，压压腿拉伸，先把腿放上。王成祖不要丢人啊，王成祖加油加油。站好站好。这么艰难吗？这个上去了师傅。好了，把腿放下来。好了，可以了。谢谢师弟。接下来开始做双人仰卧起坐。啥？一个人坐在地上，另外一个人坐在他的脚上，两个人一起做仰卧起坐。可是我们只有三个人，师傅。三个人，那就你跟程祖。不要，我要和你做。不要，我要和你做。你跟王成祖。师傅，我已经过了。小修，我跟你一起练大的。我跟你一起做，来。好，师傅在下面啊。好嘞。啊，师妹，咱俩看笑话。好。啊，师妹，咱俩看笑话，看笑话。好。师傅，你没事吧？啊，师傅，你没事吧？师傅刚才故意的。是不是老了？是不是拿我手？团长，你和吴磊换一个方向。来来，换个方向。来，一起躺下。师傅，我们钱是不是白交被骗了？你怎么可能骗你呢？来，挺住啊！挺住啊！仰卧起坐啊！走！挺住！挺住！挺住！坐，师傅，你胸太大了，夹不住。师傅夹不住你屁股来。啊，行，好了，起来吧。哎呀，德柏，现在开始带领吴磊做腿部拉力训练。吴磊，你要绑上拉力绳。绑上拉力绳。啊，好嘞。绑脖子上吗？绑在你的脚脖子上。啊，这个绑脚。这个脚。好了，嗨，用另外一只脚踢，用你绑住那个绳子的脚踢，对，练习一下你的腿部力量，来，可以再高一点，嘿，嘿，来，嘿，低点，力量，你是世界冠军吴磊，怎么能踢得这么没有力量？力量，软绵绵啊，爆发力，嘿，哦，嘿。好，德柏，现在可以进行下一项快速球击打训练。你们的头上方有一个击打球，
双手不停地击打，练习你的发拳速度。何香，双手一个一个来，吴磊先来，双手啊，快速击打，数十个数就可以了。十，拳头，吴磊用拳快速击打，十九八七，速度不够快啊，你是世界冠军，吴磊，我们对得起这个奖，我们对得起这个奖，我们对得起这个奖杯吗？好，我认真了啊，认真点啊，力量，力量，力量，啊啊，好，可以了。女同学来啊，女同学够不着，吴磊可不可以抱着女同学来？够得着，够得着，没够啊，够得着，够得着。王成总同学在下面保护一下。来，师妹，来打呀，打呀！行，双手握拳。没事吧，没事吧，没事。师妹，你没事吧？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取得世界冠军的啊！站成一排，面对这边。啊，等一下，师傅，我等一下。站好了，站好了，站好了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看你啊！站好，吴磊。你们今天的表现让我非常不满意啊！站没站呀？坐没坐呀？这时候，拳王吴海龙来到跆拳道馆找吴磊挑战。吴海龙，我听说你们这里有一位世界冠军啊，我看看到底是拳击厉害还是你们跆拳道厉害。好，来吧，来，吴磊，这个人是上一届的世界冠军啊，一定要打败他，给我们拳馆，给我们武馆争口气，行不行？师傅，嗯，为了国家，为了我们都爱笑，为了咱武馆就行啊。为了师妹，嗯，我一定打败他。好，今天我们的世界冠军就跟你决斗一下。好，入场吧。嘿，有请第一位，欢迎吴海龙。先进去，吴磊先进去。吴海龙先进去。吴海龙，如果今天你输了的话，那么这个金腰带就归吴磊，怎么样？好，那让我们的女同学作为拉拉队进来，程总进去当裁判。好的，可以了，停下啊。比赛规则就是不许出来这中间这块蓝色的地盘，谁出了谁就算输。一峰师兄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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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有没有礼貌啊？来，慢慢慢慢慢，喂，向对手敬礼啊！双手啊，双手拳啊，双手，哎，好，开始。为了武馆的荣誉啊，不能输，吴磊。开始。别跑啊！滚！哎，滚！加油！吴磊为了武馆的荣誉，吴磊，你这太丢人了！旋风滚蛋，太高了，有老下手了！旋风滚，旋风滚，踢他，踢他，吴磊，踢他，吴磊，踢他，吴磊，你别出来！哎呀，哎，你赶紧比赛去，好好比赛，赶紧的，两位拳手第二局开始，快，下去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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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别躲他，裁判后，裁判一边去。哎，吴磊前进，上去进攻的，攻击的脸。吴磊别跑了，放他跑！放开我！别拉，不许拉！不许拉！不许拉！快打他！打他！打他！我能数过来吗？没数过来，反正就我就一直在摔跤，一直在摔跤，一直在摔，就没有不摔过。你松韵呢？松韵姐姐，松韵姐姐怎么样？我就觉得，耶，你教我姐了。我就觉得说，下次如果有机会来，我一定要申请一双再滑一点的鞋。我平衡能力太好了，我。松姐姐很保护弟弟。啊，有吗？我觉得都是她在保护我。我觉得我都没有做到一个姐姐的责任。然后吴磊冬天有脱鞋吗？那个招是不是陈翔教给你的吗？对啊，翔跟我说滑冰又没有什么其他诀窍，就把鞋脱了。刚才后面姐姐跟我说了，她说你鞋脱完以后袜子也脱，我没脱袜子一样也这么滑。当时你想没想过怎么解决它？想挠痒痒。是挠痒。来一二看剑气，朱雨辰大跳竹竿舞，白举纲变身宇宙战士，我帮你添满，快
月亮。我想给在场的每一个人亲手签上我的大名。朱雨辰签名，千奇百怪，天长遭遇，戏中戏。你竟有长得如此跟我之像的人吗？少爷，别忘了您的形象。朱雨辰花园下午茶闲情逸致，白举纲赛马挑战，能否拔得头筹？快抢子 Mr. Black 带头带着自己寻找的痛快，精彩不断，爆笑不停，就在每周四晚，我们都爱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吴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胡冰卿。大家好，我是谭松韵。非常开心，玩到了很多新鲜的东西。太好玩了，太搞笑了。玩的也挺疯的，然后出了一身的汗。非常好玩。请大家每周四晚，上10点关注锁定湖南卫视。我们都爱笑。我们都爱笑。哈哈哈哈哈哈。抓紧时间，应该青春不会重来。